人放假有睡到自然醒过吗？我真的很讨厌去吃 brunch。你们很不是爱 brunch 吗？我讲得很准啊，干嘛？为什么讨厌 brunch？ Yeah， morning lunch and brunch， right？ Good。 Yeah， yeah， yeah。 所以呢？再说一次。Morning， morning breakfast。啊 ，yes。你讲 morning 干嘛啦 ？Breakfast， lunch and brunch。Okay， good。And dinner。Okay。但是我真的很讨厌你们的 brunch。几点？大概是几点去吃？10点半，11点以后啊，12点，12点就是 lunch， OK。你到底要当英文老师多久啦？不要再到菲律宾学英文。不是，没有问题是 OK。我哪一阵子在排戏，然后我有时候排到天亮6点，那就是说睡到起来差不多下午嘛，对不对？但是我那时候的女朋友哦，因为她说刚好哪一天没有排戏，所以就是她很开心。我了解，但是她为了brunch早上10点就开始起来准备。如果你今天排戏排了6点，早上10点的通告，你会不会乖乖的起来？会啊，那就对了嘛。Oh my god， 不一样。This is the cabaret， 不一样哦。哎，你知道吗？说英文哦。不一样，这个工作徐威老师做就好了，好不好？关你什么事啊？